我上一个视频火了，拍了深圳湾一号，阅读量100多万啊！看来很多人还是喜欢看深圳湾最顶级的豪宅。刺激！我今天所在的话，也是深圳湾 C 位的一个顶级豪宅啊，恒裕深圳湾，340的一个大平层。层高3.6米，一点都不压抑啊！面宽的话是8米，全落地窗的。坐在客厅上，你就可以看到外面的窗外的景观。来，我们过来看一下这个窗外的景观，是非常非常的美啊！可以说，很多人问你住哪里啊？你说你住深圳湾，是会说话的位置，有道理。来，从左手边开始啊。对面的话就是乐府1期、2期，以及是万象城，下楼就是啊一步之遥，以及是对面的华润的总部，以及是人才公园，走路就是可以下楼的是艺术馆啊，以及3公里以内的话，像腾讯、联想、百度，以及是小米啊，还有就是一个旁边的抖音的总部也在这边啊，阿里巴巴。右手边的话是可以看得到深圳湾的 T7栋来福士啊，也就是在我们这边。以及是跨海大桥，香港的一步之遥，可以说这个房子窗外的价值大过于这个房子的价值啊，所以说这个房子不可复制的一个地段，餐客一体设计，将近有80个平方的一个客厅啊。OK， 我们进来看一下他家族领袖住的房子，这个主卧的话有52个平方，来，躺在床上可以看到东方的日出，是多么漂亮的啊！全海景的，你早上醒来窗帘自动打开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海景，让你早上满满的正能量啊！喝杯咖啡在窗前啊，可以想说是董事长努力的意义是这样的啊。进来的话是一个衣帽间，是意大利的 Ponyfond 的豪宅的标配啊。以及进来的话，这边是一个双洗手盆设计，可圈可点的镶嵌式的一个浴缸啊，晚上喝杯红酒，看中外面的景观是多么的享受啊。这边的话是有个暗门啊，这个是保姆房的套间，我们就不看了，还有保姆的电梯。再过来这边的话是一个大门啊，紫铜大门，非常大气啊，像太阳之门，是不是像一个太阳照射的光芒啊，是刷卡入户的，3梯2户的一个设计。再过来这边的话是一个墙体都是做了一个收纳柜啊，做得非常的极致。再过来看这边的话是一个岛台以及中西厨房啊，都是全采用了加格纳的一全件套，像双开门的冰箱、红酒柜以及蒸烤箱一体的都有的，像深圳湾一号都是采用这个。以及中厨的话是洗着菜做着饭都可以看到海景的中厨。这个户型是3/4 4+1房的一个设计，双龙爆珠，动静分离。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套房啊，其实这个第二个套房的话是端头位的，两面采光的，你看从这边看过来也是看到和主卧的一样的景观，晚上的话可以看到外面的摩天大楼，是吧，有一种感觉是美国的纽约湾，深圳的深圳湾，这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描绘一下未来的生活。 OK， 再过来这边的话也是和主卧一样的Ponyfond 的衣帽间，和以及是双洗手盆，以及是镶嵌式的浴缸啊，看出去的外面的也是海景。出来的话这边有一个书房，也可以做成茶室啊，就看喜欢什么样的一个风格。是第四个房间，也是个套房设计，四房也是可以作为父母房啊，客房都可以啊。其实这个房子我们就看的差不多了，已经看完了啊。很多人看完这个房子都不想挪动腿啊，因为坐在这个餐厅上、客厅上都可以看出去的平面的海景。今天有点小小雾霾，所以说一点都不影响它的一个魅力所在啊。OK， 如果你感兴趣，点赞加关注。